想不到还真有人鼓掌，这就算开张了。其实我心里明白，您那个掌声是欢送主持人下场。我没名儿啊，不过刚才在这个水立方门口，一个美女看见我，露出惊讶的表情。啊！我很绅士地走到她面前，我说我是方清平。她更惊讶了。啊！阿切！感冒了，不过我确实是名人了，现在网络达人呐。我为什么是网络达人呢？因为我在网上啊有过一个视频，导演呢让我来，就是说把我在网络上点击率是14亿那个视频再重新说一遍，我也就给大伙儿说说，就说现在这个孩子，现在这孩子幸福啊，多幸福啊，三对夫妻一个孩儿。我们小时候，我们家哥五个，就4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现在这孩子都有 MP8 了，我小时候半了屁也没有啊，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主任带领我们展开 PK， 看谁呀能把脑袋钻到那个课桌里去。我挺有才，真钻进去了，拔不出来了，把我爸爸叫了学校，带我去医院。到了门口啊，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课桌是公共财产，要出去也行，必须摘下来。我爸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还去医院干嘛呀，经过协商交了押金才让我们走。那时候那个医生啊对病人不负责，要给我从脖子这儿截肢，吓得我爸爸拽着我就跑了，顶着个桌子往家走，回头率200%，不知道什么兵种啊。我们街坊说把那课桌锯了，我爸爸舍不得，学校扣着押金呢，整整带了3天，人饿瘦了一圈，那个桌子拔下来。我自从那个脑袋让那课桌挤了之后啊，有点傻了就。那时候老师让我们造句，让用陆陆续续这个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说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集体归队，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老师让用原来这个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我刚弄明白，写作文就更差了。小学2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呢写我的老师。第一句是，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个瓜呀，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模样啊？接着往下看吧，老师连夜为我们批改作业，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批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老师一看这什么玩意儿，0分。小学3年级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琢磨呀这回一定写个好的。我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战友邱少云。老师说你也得认识人家，零分。我们那时候
天天要求我们写日记，那么点小孩哪有什么事可记呀、啊、胡说八道瞎写。今天风和日丽，老师带领我们攀登珠穆朗玛峰，体育委员王晓明用了5分钟爬到山顶，山顶是一片果树，有西瓜树、冬瓜树，还有圣诞树。三座果园是故宫博物院，我们在故宫博物院点燃篝火，听老师讲他打仗的故事。老师说只要期末考出好成绩，就带领我们攀登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山，香山。不给力吧。哎哎哎哎，方清平，方清平这儿呢，这儿这儿这儿，你下去吧。你刚才在前面说相声的时候，咱们大屏幕上一直放着在视频上在线收看收听你的相声的我们的网友们，你现在可以跟他们打打招呼、你们好。你们好。哎，你刚才说相声，哎，大家好，都在挥手。你刚才在说相声的时候呀，他们也听得笑的是前仰后合。哎，这样的晚会是不是还第一次参加？对，没有在水上演过。不是，关键不是水上，是网络春晚。我有点紧张，老怕掉河里。我们这儿有的是会游泳、你都预备好泳装了，我没有。我这是泳装吗？有那么长的泳装吗？哦。但我要是掉进去了，特像美人鱼。嗯，真是的。是吧？嗯，我像食人鱼。你先说说，你看通过网络还有这么多的观众现场在收看，嗯，你说相声，对，什么感受？高兴，是吧？嗯，那这样咱们也听听他们听完了你的相声之后他们有什么感受，好不好？行，来，马上连线哪位？嗨，大家好，真的很意外，没想到在家网上看节目还能和现场连线，哎，真的很高兴。在这里我要祝我的家我的父母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同时也祝网络春晚举办成功。哎，方清平，你的相声很给力。其实方清平今天能够登上我们首届网络春晚的舞台，也是因为有许多你的粉丝还有网友的大力支持。